我们是3月20号开园的，然后开园之后呢，我发现园里新生了好多新生动物宝宝，大概有阿拉伯狒狒，然后有白狮三胞胎，还有圆驼、羊驼、白羊，还有南非长角羚。这八只新生动物呢，我们景区前期已经线上征名活动，然后线上征名根据。 现在的票选前20名进入投票阶段，印象最深的呢是有3只给白狮三胞胎取的，他们是叫吉吉、五和庆庆，然后寓意也比较深刻一点，是济南武汉一家亲的意思。